好久好久没有玩过了。我们先去那边野区查一眼看一眼啊。感觉太稳定了。别急啊，别急，选个扣。我的，哎呀靠，差七滴血。船长们总是更爱翻船。我这波预判差了七滴血，有点让我难受。来，先瞪一下，瞪过来，凭着这翻身一滴血的 E 没有关系，直接套点盐，威严闪现把他杀了，可以。A 扎一下减速，平 A， 再 A， 再 A， 我重印，闪现 A 接一个扎，接平 A 把它换掉，还可以接受。他 double Q， 我们幺幺幺幺幺幺，这波兵线比较不错，是往出推的啊，还可以。来了一波下路兑换，亏了，这怎么亏呢？这不亏呀，我们是 C 点呢。蓄力扣这么没自信，蓄力扣跟这个扣有什么区别？直接给他扎回来 ，A 一下，吃个炮车。现在我们一级啊，先不跟对面打。回点血 ，OK， 二级学个 E， 没勾回来，问题不大。沉下去像铁锅，浮起来像夜景。好，现在没什么机会，把它勾回来，晕住，这没晕着，挺难受。我们不能往上冲啊，往上冲就回不来了，你知道吧？潘森这英雄比我们无脑。这样啊，我们打反手，我们不打先手，我们打先手意义不大。如果潘森不上，我们也不上。淹死的船长才是好船长。现在是二级，少个技能，稍等一会儿啊，等个隐身。梅因本来前期这英雄就不厉害。我补个车，好，这波可以试一试了，扎回来 A 一下，再 A， 这个 E 不开，不急用，来 E 过来，隐个身，溜了溜了，这救不了。怎么还追？走位，不扎了，算了。打个眼回家，再买把长剑。他们俩这个兵线回家非常好，哎，非常好，相当好了，这是。别推。嗯，别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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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兵线别推。我最后一个。哎呦，我卡兵线细节呀！无价之宝，兄弟，细节呀！补个兵，补最后一下啊！这个补炮车。我们要杀，现在得杀卡莎。
现在不能去杀他们家潘森，来直接过来支援一波，漂亮兄弟，中，晕住，晕潘森也行，啊，耗点盐，减速道可以，可以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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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蹬回来，拿下。把它收掉，这波凯隐赶客非常 beautiful 啊！对面大爷可能还得来，来我们过来一手，帮一手凯隐啊！来帮一手凯隐，别着急上，来蹬回来，一过来晕住 ，A 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没伤害了。卡莎马上来了，兄弟，蹬回来一下，不打了。勾引一手，直接一走，把 AD 蹬过来，凯隐打跳弹打不着，那就拉倒，再见。这波我不知道他皮什么东西。我下去透口气，先说。人家回家没有关系，浪费他十杆。我们家维恩搁下路一直补刀。好蹬，我就不蹬他也得死，我蹬了人家还减速，我就不蹬他也得死，他自己在这皮跟我们没啥关系。派克出这玩意儿，出木印，不对，我要出这个，我来暗星之掌，卡一手兵线啊！哎呀，木印也行哈，出木印吧，要不还是扎一刀。隐身过来，杀对面卡莎，闪现蹬，潘森来了，有点烦。别打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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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打了。哎，我们打着 ADC， 隐身一手，凯隐来了，别着急，勾引一下，到厕所里边来，蹬一下。哎呀，这没蹬着，我靠！等一会儿啊。三秒，两秒，别着急，这没蹬着啊！哎，我操！看来这波没机会了，我们去中路赶个一波。你看，有些兄弟不知道这个位置的眼儿啊，这个眼儿呢，他们是没有视野的，我们去中路对面是看不见的。女警没多少血，大头也没多少血。这边走过来隐身，大头应该在这个位置吧？来蹬过来 ，A 两下点盐。我已经想过了。呀，这女警死了，没事，问题不大，他没有大招。如果这个大头我们蹬过来，他有闪，我们就直接套点盐。补个车，哎，女警不出来的话，我们赶紧啊，回家了。再来双皮鞋，出门换扫描，可以打了，下波可以打了，就是维恩血有点少，他吸点血吧。
别急啊，他们可能要强杀这维恩，我们在这等一下，我们直接隐身出来，震回来，晕住，一个斩，再一个斩，能打出伤害就打，打不出来就让维恩把他杀了。这边还行，一发二可以接受。这皮海我决定来个铁板，还我早就是个死人，多死几次又能怎样，赚了，这不血赚吗？这波一发二就是血赚，来中路支援一波啊，中路干起来了，先别着急上啊，好，等蓝枪放E啊，别急，好，隐身过来，海隐在旁边，先勾大头，晕住，这算了，海隐没过来，海隐没过来，拉倒吧，先把他勾回来，哎，聊一波闲。这也不好上啊，兄弟！我先把这炮台给你杀了啊 ！A， 没有人勾引一波，你给我回来！维恩大招好了，这波可以打啊！看看先杀他们家 AD 还是先杀他们家辅助，可以上了，先杀这边 AD。 哎，晕住直接斩，我靠，这加血 A 塔了，兄弟，我还好，我一刀把他扎死了，哎，还好，没事啊，蓝枪没啥东西，蓝枪大招刚才都用过了，你给我回来，哎，这个峡谷先锋不去创塔吗？我们先回点血啊，回家出木印去，他没什么闪现啊，这闪现你想杀维恩，你这是有点想多了。把头露出水面，有，我们可以去中路赶他一波试一试。上路好像通关了，有点猛，这卡米尔。来，我们游过来，正好女警那波勾引了一下。直接扎一刀，一过来套点盐，把他炮台给他拆了，收几个兵，四个血瓶往下走。好，这波我们来啊，可能能咱俩海隐伤害不太够吧，在这等一下啊，插个眼，别急啊，看看这波 ADC 能不能把他单杀了。我瞪，还装备瞪，哎呀，给个炮车，蓝枪来了，没关系，来，正好翻身过来，晕住，扎一刀，有，别着急，这可救不了啊！来，瞪，哇，斩！这蓝枪居然不往回走，他明显打不过维恩，他还往前走，这人。大头来了，
你回不回来？我沉得越深，就越不会死。一走，他俩在这过来了啊！旁边没有队友，别着急。哎，好家伙！瞪他一个炮台。走，回家。看下一件装备，来一个暗影扩建。一直抓炮台不很正常吗？那大头站炮台后边，你上哪瞪瞪大头去？我给你吃个炮车吧，兄弟。以前我叫他们怪了。你要杀大头啊，费点劲吧。右边肯定有眼儿啊，把眼儿排了。来一波下路，蓝枪在旁边。来，瞪，平 A， 一走，晕住，点烟，有一个斩，瞪回来，闪现走，别急，一走。哎呦我操，这能死喽？这能死，我确实是没想到。要是最后一下 A 出来了，要不然我们死不了，其实运气不太好。这边小龙刷新，我们赶紧到小龙啊。赶紧往小龙那走，做一做视野。AQAEA 过来。这卡莎移动速度有点快，不好晕。跟女警说一下，我要个炮车。哎，上路有机会。我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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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直接上，直接上，兄弟，别怕，直接上，直接上。别着急上啊，等他把 E 放了呗。晕住 ，A 闪，人人有份儿，兄弟。呀，蓝枪过来了，先插个眼儿，晕过来，哎，晕住，哇，这个人有点厉害，先走一走，我想看这世界这，回家暗影扩建了。这不让一下，让一下干嘛呀？哎，为什么我玩个派克拿点人头还得说两句啊，兄弟啊？这派克这英雄不让拿人头吗？可能你没玩过派克，派克拿多少人头，用大招斩死多少个队友就拿多少钱，知道吧？拿两份钱。
所以为什么打职业的时候他死了没关系呀，这没死啊，天哪，凯旋都回上来了，妈耶，你刚也没斩呢，武器大师不是我斩的吗？我刚才杀武器大师的时候不是斩杀吗？A Q A A 一过来晕，平 A 一个斩，杀我兄弟！你想的是有点多呀。来这边中路打起来了啊！我们赶紧过来。哎，这里居然有眼儿，我没想到啊！来，潜过来，看对面上不上啊？可以勾引一下，稍微。高地傻眼儿，先拆塔，兄弟，先拆塔。这边很有可能潘森要飞了啊！来瞪大头，让他跳，晕 ，W 溜走，凯隐上，别急，打眼儿，瞪过来，晕住，斩，再斩，隐身。把红打了，回家。来个夜印之风，出完这个，咱再出个秒表，尽量保证自己别死，你知道吧？出门先查眼，这个位置查一个。我现在单杀这 ADC 都能杀，我们都不需要放 E， 大头感觉也能杀。这里头有眼吗？潘森肯定来了啊，别急，等他们跳没关系。我单杀的蓝枪应该也差不太多。A A Q A A 斩，来武器大师 A 一下一走，插个眼儿，瞪回来晕，游一手，上当了，哎瞪，来来来来来让他上来，哎一走，晕住 W 溜一手，再瞪。哎，给我炸住了！潜过来，上当了，对面被我勾引过来。回家，再出一个春哥。
已留给自己的金币总和2540，分享给友军1340。有一些属于我们单杀，这不算。干得拼命，死得痛快。这边中路船，我估计可能能一波了。啊，先过来帮一下凯隐，瞅一眼啊。来，蹬回来，晕住，平 A 一个斩。选过来把五阶大师杀了，闪现一个斩，杀两个啊，团灭了，团灭了，那直接斩了得了。哎，你要放大，抢了卡米尔的五杀，那卡米尔都死了。